到了，这个我们这个房子他妈买下来也得一千多万了，买那会儿买的话两百万，差不多也一百，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钱多当钱，一百多万就买不起，很多钱当官子买不起啊。那几年前呢？30年前的是吧？有装有修理，修理花了几十万。接着嘛，最后这一次一看，为了回来，那不就像杨文清现在？600万，对啊，15岁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搬家的时候，15岁，机油了，那个92，那就是30年前了，对啊。那个时候买150嘛。30年前。你不错啦，你现在的有房子啊，儿子啊，女儿孙子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现在有儿子的嘛，靠往这个的话，这闲了都放松啊，现在说是你现在还这么好。对呀、啊、不要烦恼太多，没有什么好烦恼的。你要是你烦，你要是越烦恼多了，我慢慢毛病都出来了。吃得饱，睡得好，这样子。膝盖就是小毛病，就是慢慢它就会好了，它不是。